田小姐，你又梦见前男友了？不对，有他的味道。什么味道？雨后抱着一把清新的玫瑰。 天醒来就吐，田小姐，你别是怀孕了吧？我要是能怀孕，就让孩子喊你爹。那都不好，我又没出力。你还真敢硬啊！唐僧说了，人是人他妈生的，妖。 是妖他妈生的，人和妖又不能生出人妖，不同物种能怀孕吗？可是基因突变人也不真的是妖怪啊。我们已经分手4个月了，你看我这肚子，像是有一点动静了吗？可是田小姐，你脸色很差。我那是做噩梦。 你找谁啊？找你啊！一直给你送玫瑰的是我，喜不喜欢？白玫瑰变态！啊？你都是这么叫我的，蛮香艳的嘛。不过你长得蛮普通的。 生气了，生气对宝宝不好。薛林桥在哪？你们真的分手了？你们都分手了，难道不能接受我的求爱吗？我长得也很帅啊，我很讲道理的，给你几天时间考虑。拜拜，我亲爱的女朋友。 什么意思啊？对宝宝不好？什么？说话一句都听不懂。难道又是在做梦？哎呀！
你需要药罐，果然是在做梦。拍打面部促进血液循环。哦。买菜啊？你不问我为什么在这里买菜？不用问，做梦哪有什么逻辑？ 田小姐的快递，啊，谢谢啊，不客气。这个梦怎么这么长啊？这不是梦。我也希望这不是梦。 希望你真的在我面前，像现在这样看着我，跟我说话。可那怎么可能呢？我只会给你添麻烦。你做了最好的决定，你是不会再回来的。 田金池，我并没有认为你是我的麻烦。相反，我是你人生中最大的麻烦才对。嘘，好，话说到这个地步，你又要死给我看了吧？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，你死吧。 我死吗？那我继续睡了。这个死房东，我要扣他方便面。
西瓜熟了吗？别怕别怕，我不会对你做坏事的，我又不是红时光那种低级的渣渣。你这个红时光，你是什么人？跟你家薛灵乔是一样的人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云真，云朵的云，至真的真。云真，我和薛灵乔已经分手了，他只是我的前任，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，我们俩现在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真的？那正好可以做我的女朋友。我跟薛灵乔是同类，我也很厉害的。可是，我不想再找年龄大的男朋友了。我才300岁，比薛灵乔小200岁，我还是小鲜肉呢，而且我很帅啊。我也很美啊。我们真是天生一对。我们一定要这样子说话吗？这样说话不好吗？我跟别人说话的时候，一般不太喜欢使用这个体位。哦。这样呢？好多了。我今天受到的打击太多了，让我缓缓。那你答应做我女朋友了？你不觉得我们这样发展太快了？是有点。我可以住在你家吗？啊！培养感情。嗯，老婆，老婆，老婆。水生，你这两天为什么总撞门啊？你想回湖里去吗？书生，你跑去别人家干嘛？别打了，这不是梦。田小姐，好久不见，我是你的新邻居。我心里已经预习了千千万万遍，再重逢时，要用怎样云淡风轻的说一句：好久不见。堵住了我的喉咙，心里阴云密布。